哇！呢、这个时候，有咁靓嘅橘子卖、哦，大家好，今日趁虚、哦，光头回来咧，跟车去兜兜风。呀，前面咁晒噶，我都系坐后面后天，冇晒晒得咁犀利。我哋平山墟系卖墟日都好，一到下午都冇几热闹噶。落车去邮政办啲事情，收到消息，从依家喺屋企啲老人钱啊。冇打入原来张卡嚟噶，依家统一打入社保卡。呢、这个时候都比较多人、哦，里面全部都系老人居多。依家就帮我家婆激活佢张社保卡。光头成日疑神疑鬼，跟人乱扣费，每次去查人哋都讲系要扣咁多个。见到芒果又流口水咧，买一斤咯。两公婆咁心有灵犀，我买的芒果，光头买嘅又系芒果。呢、这个老板好热情、哦，讲得皮扒好靓，叫我两只开食。光头就好中意食皮扒噶，屋企热衷都有，不过呢冇结果噶，嚟得好冇客气呢，一即一啖啦。路边啲水果睇得又好靓、哦，又市井啦个。老板讲麦田买要钱讲，哇，见到咁大嘅菠萝，又想起上次去湛江荃闻嗰个菠萝之乡。经常听人讲信义大城嘅豆渣好出名，今日有幸见到，原来传说中嘅信义豆渣系咁样噶，我哋嘅系软个，佢哋嘅长长几个，卖一斤会试下系有咁好吃嘛？趁我卖菜，光头又走去买得箱牛奶出来又入几个啱店做乜嘢啊？我上次就攞啲卖肥噶，光头讲要卖嘢喷火龙果。呢、这个老板娘仲好年轻喎、哦，刚玩七岁。既然系兜风，咁就兜远啲咯。依家兜到大隐庙嘅，大隐庙墟就比较长，比我平山墟多嘢卖。我结婚时那部925摩托车都系攞几卖噶。依家系单纯我经过马落车嘅，准备兜得固定回去。好耐冇走过呢条路嘅，原来白塘岭隧道口就呢度。固定墟又到了，一日走嚟三条墟。固定墟就威水咯，又有广场，又有几条墟。依家入蛋糕店搵蛋糕，原本系佢送噶，但系依家既然来到，就自己带回去。呢间店我已经订嚟3年啦，已经系老客户啦。我中意佢个蛋糕系放好多新鲜水果，而且系免费送货上门。在农村咁远都送到屋企，真系好方便。其他菜冇使买嘅，知道有人生日，屋企肯定汤鸡嚟个。其实我冇赞成得呢条路会去噶，好大灰尘，因为阳顺高速呢个大工程，搞到呢条路好多拉泥车，好大灰尘啊！见啊嘛，呢啲泥头车啊，你要主动让佢噶。呢啲大工程进度真系好快、哦，日日睇到都冇动让。呢度犀利啊，成只岭都打平落来嘅。要咁大做乜嘢啊？系咪系做服务区啊？大家平时冇咩事，少走呢条路得啊！灰尘嘛，讲句咁多大车，睇得都好危险。虽然拉得好重嘢，但佢开得好快喎、哦。哇，特别开摩托车噶，走一趟满面尘灰烟火色喎、哦。呢间屋做得咁大，唔知做乜嘢噶？可能系放嘢噶哇。我哋跟住睇泥头车尾，想开快都冇得嘅，宁愿开远啲，都冇想跟住泥头车尾嘅。睇到呢度，大家知道光头佬点解要请假回来嘅话，对于农个生日，硬系比较重视噶，即使冇回来都会俾钱买蛋糕。我仔佢讲鸡都冇汤，只要有蛋糕得嚟讲，真系想起嘅，唱完生日歌都冇记得许愿嘅。咁重要嘅步骤居然留开咧，硬系吃下土重要。对于幸福，各人理解不同。对于我啲咁普通嘅家庭，重要嘅时刻，一家人可以坐埋一齐吃一餐饭，呢啲就系我认为嘅幸福。